美团团购喜人奇妙夜，今晚第一个出场的喜团是时尚苏男士，他们带来的作品是时尚有男士。那个不好意思，稍微打断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时尚无男士的团长王建华，然后这个今天是我们的毕业大戏，我们原计划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但临时出了一点小状况，我们今天临时决定换本了。然后这个本呢是刘洋昨天晚上2个小时临时写出来的，哦，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太心疼刘洋，就是因为他儿子尿在电脑上，我们才没有办法用原来那个本的，所以这属于刘洋自作自受啊。但是大家也不要惊慌，因为现在后台肯定比大家更慌，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再给我们1分钟。团长，我的麦有问题。2分钟。省得我也蛮慌的这一把。鱼，给你麦。哎，老师你别拍了。不是美吉，你麦咋的了？团长，我借的音乐剧专用的麦，想让我俩唱跳那块效果好点。你净这效果好吗？你在哪儿借的这破麦呀？开心麻花。那能好？哎，领导啊，您放心，我演完这场肯定就回去。丁哥，这时候别打电话。我告诉你，你记住词了吗？我演你爹。啥呀？我告诉你，排练都是我替你排的，你记住词了吗？我演你爹。啥玩意儿？怎么整？哎呦，我肯定有办法。王哥，王哥，现在咱们那个服装没到，然后服装老师准备的。先说，不管服装到没到，咱有啥穿啥吧，行不行？不是，咱有啥穿啥吧。来来，咱赶紧去加个油，快来。严老师呢？哎呀，严老师别睡了。马东给分了吗？没呀，没呀，我三天没睡了。啊，虽然咱们这个戏从头到尾一遍都没彩排过，但咱得相信米味灯光音响老师他们是专业。快！记住了啊，一会儿在台上不管发生什么，咱们一定得把这戏演完。哦，来，时尚无难事，加油！哎。大家千万不要慌，我叫严默默，你们可以叫我默默警官。真是没有想到，在我休假的途中，竟然会遇到如此离奇的绑架案。我们船长是昨晚上失踪的，找遍了整个船上都没找到他。这个人究竟被藏在哪儿了呢？这个人究竟被藏在哪儿了呢？竟然从我们眼皮底下就这么消失了。哎呀，这怎么可能？不过没有关系，就在刚才，我的房间被人偷偷放进了一封匿名信，内容是这样的：烧茄子12块。大概内容是这样的：绑匪把船长藏在了一个地方，15分钟以后他就会死，他要挑战大侦探。大侦探就是他。不错，我就是传说中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华。我听说有人要挑战我，但我知道这个绑匪就在你们之中。啊！哎，领导，我那演出呢，啊，方便您说，啊，不方便，再见。哦，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弹钢琴了。木木警官，
大家不要慌。哎，演过了，竟然从我们眼皮底也演过了，真相大白了，绑匪就是。木警官，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先把这封信给我看一下吧。船员，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的衣服。好的，先生。哎呀，你说这天这衣服穿了热，脱了冷的。可以给我看看信吗？这是信，绑匪放到我屋里的。哎呀，从这个信纸来看，这个绑匪他的家庭条件应该不错。从这个字迹上来看，他应该是个左撇子。ESSP， 经过我的分析，昨天夜里这个船长应该在甲板上和某人会面，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门给你们修好了，他说凶手你可别跑了。穆警官，我可以对在场的人进行一个问询吗？当然可以。好，那就请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等我逐个传唤。二位请留步。我想对二位先生进行一个单独的审讯。我不希望这个单独会面，这有外人在场。二位先生，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们，麻烦你们到这边来好吗？好的，侦探先生。在那儿也行。我想问一下，二位是父子？是的，这位是我的父亲高先生。那么您认识这个船长吗？不认识，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简单聊了两句。那你们聊的内容能展开和我说说吗？我们当时一见如故啊！我当时是摘下我的帽子说我们有一座农场，船长呢也是很高兴的摘下他的胡子说真是老实本分呢。那你单独去船长的房间是有什么目的吗？目的我找找，目的是目的啊，大哥我葫芦丢了。你父亲真是葫芦把土的。我目的，哎，你们点的水哦，点的水哦哦，你问我目的干什么？我儿子是一名勤勤恳恳的挤奶工，他每天照顾着瘫痪在床的我啊，毕竟我的双腿啊。你看这怎么有根头发呀？啊，我看看。我儿子每天工作十小时是为了攒钱给我治病啊，他怎么会绑架船长呢？哎，说得太好了。那么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昨天晚上8点到8点半您在哪儿呢？我一直在来父亲这边聊一下吧。我我一直在三号房间，没有我的孩子我哪里也去不了啊。既然您哪里也去不了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您的口袋里会藏着一把刀呢？好锋利的刀啊。先生您不要激动，我来给您擦擦汗吧。请留步。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您，那昨天这个时间段您在哪里呢？我当时是这样。我不是。我在为我的父亲烧水，船上的水手可以为我作证。我明白了。先生，
我可以给您提个醒，不如您怀疑一下十号房的刘思维和朱美吉。嗯，史密斯夫妇。我谢谢你的提醒，二位可以先回房间了。哎呀，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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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哎，你看着点爸呀你。啊，这是真是医学上的奇迹呀，啊，这是。史密斯夫妇在吗？在呢。那麻烦你们能出来一下吗？好的。稍等一下。哦，是大侦探啊！哎呀，啊，我是史密斯，这是我的太太。你们好，你好。之所以叫你二位出来啊，就是因为我听有人说，昨天晚上你们和船长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哦，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是我的太太打翻了一个盘子，所以吵起来了。你怎么能把责任都推给我呢？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我要回房间冷静一下。哈哈哈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当面聊吗？你出来。我实在是不想看见你。你听我给你解释嘛，你出来吧好吗？我不想听，我不想。你快出来吧，不要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好吗？真的是够了。对不起，以后我不这样了。那既然如此，我就原谅你一次。过来。这巴掌是给你长长记性，那我还是决定原谅你。过来。你个痛！我是原谅是不原谅他呀？哎呀，二位，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争吵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正题上了。永远不要怀疑自己的太太。史密斯太太，我能跟您单独聊两句吗？当然可以了，请。关于船。我无法原谅我自己。我相信他已经知道错了。看出来了。那么史密斯太太，您跟这艘船的船长熟吗？不熟。不熟。但是我听说船长叫麦克。这麦克怎么就说没就没了呢？这麦克没了，那有没有人能解决一下呢？解决不了麦克的话，那麦克不疯了吗？哎，你这麦克疯也行。史密斯太太，您点的麦，麦旋风。谢谢谢谢谢谢。客气客气客气。啊，是这样的，侦探先生，我们是有不在场证明的。昨天我们一直在舞会，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给我惊喜惊喜惊喜。三个惊喜。我们你说你说你说。是这样，昨晚呢，那我还是问问史密斯太太吧。电量过低，已关机。我猜哦。我大胆猜一下子，你们昨天晚上应该是吃了一顿烛光晚餐，然后点了一瓶82年的拉菲，然后在舞池里跳了舞，所以昨天晚上应该是这样的。您二位点的82年的喇叭。等等，我猜他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中国功夫茶。对。
昨天晚上是纪念日，我们俩点了200年的腊肠。昨天晚上月色很美，我们俩沉浸在这场舞会。在场的所有来宾见证我们的爱情，这就是我们两个最好的不在场证明。谢谢。二位，我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们，我不问了。二位可以先回房间休息了。侦探先生，睡得怎么样？审问的怎么样？他们四个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那究竟是谁绑架了船长呢？我怀疑船上那3名船员。哦，可是船员为什么会绑架自己的船长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船员，他们真实的身份是海盗。啊，好了，藏在甲板上的三位朋友别躲了，出来吧。精彩，真不愧是大侦探福尔摩斯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那我们就不装了。没错，我们就是海盗。你们这服装是海盗？我们这服装是还没到。那他穿的是啥呀？反正服装还没到，我就想穿点我喜欢的。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那你就去死吧。啃点西瓜，买点倭瓜，美团团购是我们金猪爸爸。闪开！大侦探，没想到你这么厉害。我可是全英的自由搏击冠军。你以为只有你有刀吗？嗨咔咔嗨咔！好锋利的刀啊！看我空手接白刃！耶！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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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哎，真不愧是全英搏击冠军，一下子降服了我们仨，那就束手就擒吧。什么？我缺氧了。真是个废物！看我的！哎，好厉害的侦探啊！太好了，海盗被制服了。太好了，危机终于解除了。太好了，我终于被救出来了。这个案件终于要结束了，终于要结束了。我是赶紧结束吧，我。这什么声音？朋友们，这船要靠岸了，我们要下船了。虽然这旅途上有一些小插曲，但总的来说，我挺高兴的。
我一般啊，我还行，我特难受，我超开心。朋友们，很荣幸在这次遇到你们，我相信大家以后会变得更好，毕竟以后不会有什么像现在这么糟糕的事情了。哎呀，我们这次的事情，出场的喜团是九条命，他们带来的作品是最后一战。唐朝天宝年间，玄宗独宠杨贵妃，贵妃对荔枝情有独钟，但荔枝大多生于距长安5000里外的岭南，玄宗为博红颜一笑，特设专人将鲜荔枝从岭南逐个驿站转运至长安城，如今又一批鲜荔枝送到了长安城外的倒数第二站蓝田驿。看一眼，哎呀，看一眼不行，就看一眼，看一眼，哎呀，一眼也不行，你别看了，哎呀，哎呀，行了，那我都说了，这荔枝是进贡给贵妃的。我跟你说，出了点差错，那是诛九族的罪过。诛你九族跟我有关系吗？娘啊，你说的那是人话吗？那咱一家人不得整整齐齐的呀？哥，你说这荔枝，我有没有可能吃一颗？你看我这脑瓜子有几颗？一颗。一颗也不行，一颗。可是我听说这个荔枝可以让人变美，吃一颗胖脸，吃两颗胖身。那我可不能吃了。大家平时就说我像杨贵妃一样美丽，那我要吃不就给她艳压了？不吃不吃。我倒是听说呀，这荔枝啊有药用价值，只要吃了这荔枝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哎呀，你太吓人了，你要想长生不老你不如上西边堵那和尚去呢。那我去了啊。哎呀呀，谬哉，我听闻荔枝可以开发智力，增强记忆，最重要的是还能长个儿。啊，那杨贵妃一天吃300个荔枝，她岂不得高400多米啊？那贵妃是塔呀。你就看一眼，看一眼，都在呢，就一眼，你就给我看一口嘛。哎呀，活了半辈子了，连颗荔枝都没见过，娘这江湖郎中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呢？你撑死是街道混不下去了，你别老扯那江湖行不行？你就忍心看你的弟弟成为一个考不上功名的傻大个和傻小个吗？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姐姐因为吃不上荔枝而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天籁歌姬吗？谁在用琵琶弹奏？不是，这个要能给你治好，我冒死开箱。哎呀，你们就不要再为难我的好哥哥了，我的哥哥不过是一个没胆量、没勇气、没担当。你没哥哥了。好弟弟，就看一眼。对呀、啊，就看一眼。真的，小儿子。哎呀，行啊，那平常在外面都分不清谁是谁的谁，现在一提荔枝了，叫的这个亲呢、啊。不让看就不看，反正我们也不过是为了住在这官家驿站。才演得幸福一家人罢了。对，官家驿站呢，私藏社会闲散人员，本来就是喜罪，咱别让他喜上加喜了。哎呀，不是不让你们看，这不有封条吗？这都写着呢，大唐贡品禁止拆封。你这，江湖呢？江湖在哪儿呢？江湖呢？撕都撕了，来都来了，都是孩子，就看一眼。
哎呀，那看吧看吧，那我都说了，那都是坊间的传闻，那荔枝咋可能没了呢？没事呢啊。原来这就是荔枝啊，刘兄，原来咱们每天呼吸的东西就叫做荔枝啊。行了，别扯了，荔枝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呀？掉在哪儿了？找一找，来来来。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麦吉克，你来了，太好了，一会儿过来。你不是会变戏法吗？首先，我是一名幻术师。哦，行行行行，练练练。这样，你帮我把我这个箱子里的东西给我变回来，小彩一点好吗？好好好。潇洒一点。我再去练习练习。快去练习吧你。完了，这不废了吗？哎呀，这荔枝啊，为的是博贵妃一笑，现在这荔枝没了，贵妃的笑容就没了，贵妃的笑容没了，我们的脑袋也就没了。啊，怎么办呀？我还得考状元呢。别慌，我有办法，咱们买一点荔枝装回去不就完了吗？好主意呀。所以荔枝长啥样不知道？没见过呀。那不让看不让看的呢。那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有没有可能贵妃有口音，她其实喜欢的是举个荔枝。水果，柿子李子栗子梨。那有没有可能是红凤凰粉凤凰？滚蛋。好，咱们换个思路啊，想想当今圣上为何给这贵妃吃荔枝啊？为了让贵妃高兴啊。啥意思？哎，那咱就找一个让她高兴的东西装回去不就完了吗？对，那就把我放进去吧。干啥呀？平时你们都说我可笑至极。你看我今天不笑死他了。哎，荔枝呢？荔枝呢？荔枝呢？郝议长、啊、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来接力来了吗？他这破梗都比你好笑。不是那个贤弟啊，不是应该我送到你那一站，然后你再送到长安吗？娘娘着急吃荔枝、啊、能早一个时辰是一个时辰。荔枝呢？荔枝呢？是这样啊，这不暑热难耐嘛，我把荔枝放到了比较凉的地方，娘娘喜欢荔枝凉嘛。巧妙巧妙，那快给我吧。等会儿，你开箱了啊？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荔枝为何物啊，今天正好借着仁兄的鲁莽一饱眼福。贤弟没见过荔枝啊？那好办了，快去找贤弟没见过的荔枝。这能行吗？他还得谢谢咱呢。谢谢啊。你看，菊爷，这就是橘子，我就先不吃了，荔枝给我拿上来吧。他要的是荔枝不是橘汁，要他没见过的荔枝。来了来了来了，荔枝来了。这是荔枝啊？这不李子吗？姐，这不李子吗？姐，对着你，我说的都是李子来的吗？哦，原来尊姐是首都人啊，葡萄瓜摔真好。正是正是，那个贤弟没见过荔枝，去找贤弟没见过的水果。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是太多了，你挑个没见过的拿走吧。哦，不，这不是果篮吗？我都见过。不是，荔枝呢？该不会是没了吧？丢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不把我也搭进去了吗？不是，贤弟啊，完了，是我非要来接力的，是我非要来看荔枝凉的，现在荔枝没了，我也凉了。哎，贤弟啊，哎妈呀，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他人没事吧？怎么样？没事儿啊，这孩子心态崩了啊。啊，用我们医学术语叫，这孩子心态崩了。你这叫术语？怎么办怎么办呀？行了，先别慌，这样你们先走。说什么呢？要走一起走，不带他。不是不是，好贤弟平日待我不薄，我走了他可把我顶罪了。哎呀，我知道，虽然我们只是名义上的一家人，但是这半载和你们相处得很开心，你们走吧。
我知道，你们放心不下我。好了，谁哭了？都给我走！走这么快吗？果然是一家人呐、啊，走得整整齐齐的。贤弟，贤弟，你没事吧？贤弟，贤弟。小的不知督办大人到访，有失远迎，望大人恕罪。严义官，这位娘娘的荔枝为何迟迟未到啊？小人有难处想向大人禀报，但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那就三句。大人，他的意思是事情很复杂。我知道，我在甩包袱呢。臣笑死。大人，那我就长话短说。嗯，荔枝丢了。你看，这不一句话也……等会儿，荔枝丢了，小的罪该万死。你必死！说什么时候丢了？丢哪儿了？怎么丢的？我要知道什么时候丢了，丢哪儿了，怎么丢的？我那不就扔了吗？好大的胆子，还敢把荔枝丢了！斩了，斩了，斩了！快！不是不是，大人，刺史御塔武馆，荔枝在我这里。这个跳跳虎是？我是一名来自西域的魔术师。买几颗？快走啊！这么说，是你这洋人把荔枝给弄丢了？正是在下。你可知你犯的这是死罪？快把荔枝变回来，不然我要洋人死。这是你别整你那小菜一碟，这干啥呀？所以这是有了。你干啥呢？这偷啥呢？这是偷啊！严议长，荔枝呢？荔枝，荔枝马上就来了。不是你能不能行啊？你还想不想要你这个羊脑袋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啥呀？准备好。准备什么呀？预备。预备啥？跑啊跑啊！想跑？还想跑？拿下！严兄，多日未见，近来可好啊？你怎么回来了？这个傻大个是？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年居士，乃我朝著名文学家、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谁这么介绍自己啊？李白，李大人，信了。我们宦官大人是你的粉丝。幸会幸会，那以后也要多支持我的新诗集哟。好呀好呀。一会儿回家要注意安全哦。好宠粉喽！那我就先与我的朋友们吃酒谈天了。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李白呀？我就演了个顶流。李大人，我这身旁的小丽呀、也是您的粉丝，不知可否为他作诗一首啊？你干啥呀？大方的。好好好，敢问小丽尊姓大名啊？王楠。赠。王楠，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叫什么来着？王楠。王楠送我情。谢谢你。哎，李大人，能不能给这个宦官也作诗一首啊？你干啥呀？好好好，李白乘舟将欲行。不是你一个模板，你到处套啊。李大人，您这落款“王广”二字，所谓何意呀、啊？哎呀，白秘书啊，哪有秘呀、拿下！大人，大人，大
胆刁民，还敢假扮李白，怎么不假扮杜甫呢？杜甫在此，拿下。大人小心，有刺客！什么？小心，小心！来者何人？中原第一刺客聂隐娘。中原第二刺客聂隐。你俩是母女吗？少废话，拿李白！大人小心，你护着我点儿。这边。这是什么门派？这可能是旋转门。高官，看招！你别动啊！站，别动！这刺客也太刺了吧！这不用我拿下了，这自己把自己拿下了。果然，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大胆一家人，竟敢弄丢荔枝，还想谋害本官！杀了！是。大人，这是小人的错，与他人无干。有干！我们不是他人，是家人。荔枝没了，我也凉了。严大哥，你快跑吧，一会儿那个狗宦官来了就来不及了。狗宦官吉祥。哎呀，这怎么还能自己定位呢？这还呀？虽然我们帮不上忙，但是要扛，我们一起扛。对，天塌下来有王广顶着呢。天塌不了，谁？贵妃娘娘，贵公英，贵妃娘娘，这怎么可能？完了，这贵妃娘娘来了，咱们就得掉脑袋了。是我。大胆刁民，还演上瘾了是吧？竟敢假扮娘娘！本宫听说这民间掀起了一股模仿本宫的热潮，或许有人可以模仿本宫的外貌，但绝没有人可以模仿本宫的才华。能信吗？真是贵妃娘娘，娘娘真是大唐宫廷第一舞蹈家呀！真是娘娘银铃般的笑声啊！还敢质疑本宫？该当何罪呀、啊？娘娘饶命啊！小的自打进宫以来呀、啊，就未曾敢直视娘娘的尊容，这才冲撞了娘娘。娘娘，小的罪该万死。那你死吧！娘娘。是这样的啊，是这帮刁民呢、啊、把您的荔枝给弄丢了。严议长，快，我从实招来。你别说别人，说自己的问题。娘娘，小的来晚了，来的时候啊荔枝就丢了，就剩一些空箱子了，所以啥都干不成，指望你有什么用啊？小的怎么办嘛？怎么办？你问本宫。是本宫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啊？对呀、啊，到底是谁的事儿啊？对呀、啊，公公，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推卸责任啊？你的事儿，就娘娘你的事儿，非要吃什么什么荔枝，那李楠的山都被你吃空了，那我怎么办呢？我不得拿一些空箱子充数啊？哦，聊爆了，是不是聊爆了？你这是欺君大罪呀、啊！欺君之罪，我当然知道。那我能死吗？我怎么办？我就得拿人顶包啊！到时候怪罪下来，就是你们这帮刁民给弄丢的。哦，果然是狗官，无耻，败类，说谎还很气拐。你这公公一看就不是好人。狗官，就是、我演这太没有见识一样的官，你就是。哈哈哈哈哈哈！气死我了。你们就非得这么刻板印象吗？啊，公公就非得是坏人吗？
啊，公公就非得夹着嗓子说话呀。这声音怎么混混啊？不是，他刚才一直在夹吗？他是个夹子。那不为了迎合你们的刻板印象吗？我是不夹了。我跟你说，这个班谁愿夹谁夹，我会夹。黄三车，走了吗？太好了，给他们骗走了，太好了！哎呀，小妹你太厉害，你跟谁学的呀？啊，我之前打工的掌柜的都是这么说话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快跑吧。为什么还要逃跑呀？那荔枝虽然是被那狗宦官弄丢的，但是朝廷知晓了，怪罪下来会牵连到我们的。说的对，咱们一起逃吧。你这一点剧情没耽误是吧？你上那边回来吧，一起走，目标太大了。家人们，这半载和你们相处得很开心，这样我们兵分几路，组成几个小队，隐姓埋名，红尘作伴，让我们活得潇潇洒洒。那我们两个傻个就一起回去继续上学堂。我要去山谷。山谷？山谷？山谷？山谷。我也去。那我去哪儿呢？不如跟我们去长安的职场闯一闯。真不错。那你呢？我爬趟山，有个兄弟在等我。保重。杨佩伦，于莎莎，郭甲全，孔令美，刘琦，王广，郝旭涛，麦吉克英杰公，咱们就此别过，江湖再见。